好故事第25集比道免道。这里就是月球啊，不是说有月宫仙人吗？嫦娥、玉兔都在哪里？先生在上，希望你能保佑世人，永享太平。无量天尊，施主为何在此长跪呀？道长，我适才看见月亮放光，定是天上的星宿仙人显灵。施主如此礼敬星斗，凭道教您斗母星咒如何？啊，多谢道长。从那以后，严禁山虔诚奉行，礼敬星斗，坚持了整整3年。什么事？强盗！此河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过此河，留下买路财。那还等什么？快离开这！走不了了，您给他们些钱财，性命要紧啊！什么情况？哪来的乌云？进去看看。遵命。大王，里面什么也没有。怎么会这样？大王，这事有点邪乎，咱们撤吧。好，撤。照这么说，真的有仙人？为什么我看不到呢？因为仙人跟咱们在不同的一次空间里，咱们看。